现代人都无时无刻在滑手机，而眼睛就和皮肤一样会老化。由于3C荧幕和 LED 的蓝光穿过角膜瞳孔，容易导致蛋白质固化而老化，容易产生视力早衰、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、视网膜剥离等病变。建议一定要来补充来自国际视力保健医学发表的 BRC 视神经再生素，能强效修补视神经断裂，能保护眼睛感官细胞，活络末梢微细血管，协助维持夜视力，改善眼睛容易疲劳、干涩者，抗老化、预防慢性病、老年性疾病等功能。